那如果妈妈跟旺旺队掉到水里面，你们会先救谁？哇！欢迎收看《波波接力去》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情侣默契升级版，我们要上街考验爸妈们的默契，会不会因为照顾小孩而变差呢？走吧。好，第一题，请问两个人结婚几年？哇，这个试水温而已。虚岁十一岁嘛，结婚还有三十岁。但是问题是他一岁的时候我们才结婚呢、啊，所以你是算小朋友那一个这样。对对对。哦，答对了，答对了。哦，这个还不会。哦，两年两年 ，OK。第二题，请问两个人的结婚纪念日？糟了，糟了。没有他特别过。他生日比较大。哦，他生日比较大。生日。啊、哦，记得过他的生日就好了。记得过。其他都不重要。哇，求生欲很强。刚好是国庆日，是不是这么好记？一二三，答对了。请问小孩的生日跟星座？你写弟弟还妹妹？两个同一天。真的假的？金牛，金牛。不可以改了，不可以改了。来来来，哇，连年份都有写出来，哎、欸，很厉害。一二三，十月五号天蝎，好，哇，爸爸秒答哎。一二三，哇，都答对了。一二三，摩羯。答对了。那请问他们的班级跟座号？我觉得爸爸好像遇到难题了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这我知道。他要偷偷告诉你。不用讲，这爸爸知道。大象班跟河马班，哎、欸，答对了，哎、欸，哇，很认真哎、欸。你觉得爸爸会知道吗？他知道。哦，他知道。因为要接小孩。好，一二三。哦，木头班十三、十四号，他们是连号。什么班？好难呢、哦。两个人都不知道。猜猜看，爸爸在偷问吗？我听不到。星球的那个，星球的那个，哦，星球的那个，一二三，宇宙班，星球班，对。请问你们小孩最喜欢吃的东西？好，一二三，是吧？谁喜欢吃香菇？举手。他喜欢吃香菇，那你喜欢吃香蕉吗？一二三，草莓，枸杞，是红枣。枸杞他喜欢，好吗？你问他，你叫他来。Baby 喜欢枸杞还是红枣？你喜欢吃枸杞对不对？还是红枣？枸杞啊，对，红枣。弟弟说红枣，爸爸说。我们过来，我们看。一二三，啊，草莓，食物啊。这也算了，就选这个。你喜欢什么？甜的、咸的？吃火锅一定要点的。最喜欢吃什么？他的回答跟你们想的完全不一样，真的？他说的是一个水果。好了好了，写好了写好了。一二三，草莓答对了，答对了。最喜欢吃什么？冰淇淋。我只记得冰而已。算答对了，算答对了。小孩最讨厌吃的东西？哎，最讨厌吃葱哦。我不喜欢吃的也好。好，哇，你到底多讨厌吃青菜？一二三，好，一样是不是？他们都很讨厌吃瓜类。一二三，哇，答对了，他是说黄椒，但青椒应该也讨厌，对不对？青椒也不喜欢。偷偷跟我说，很讨厌吃菜，豆芽菜。最喜欢的卡通人物，变种孙悟空、灌篮高手，你答案了。孙悟空。最厉害的啊！爸爸答对。哦，姐姐的太好想了吧？不知道哎，你讲出来了，那你今天怎么没有扮他？我上一年还扮，妈妈叫我不要再扮了。讲出来提示，因为我已经写上去了。哇，等一下，爸爸这个答案很厉害，这是你最喜欢的吗？弟弟说是。新干线一五准号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男生才懂。哇，他超开心。看吧，有效果，有效果。有啊，这里爸爸得分。一二三，答对了，是艾莎。哎，我怎么没有帮他扮艾莎？前几天扮过。今天换一个这样子。我喜欢那个外星人。不可以讲，我没有。而且他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名称呢。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，因为很奇怪。我有他大概是长这个样子，但是不知道叫什么。对对对，就长这个样子，长这样子的卡通是长这样吗？不是。应该是最近在看的那个吧。旺旺队。对。我不知道是什么，但你们答对了。平常小朋友都比较黏爸爸还是妈妈？爸爸。比较黏妈妈哦，是吗？那如果妈妈跟旺旺队掉到水里面，你们会先救谁？一人救一个。哦，哇，很厉害，你们两个人呢？擦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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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擦。你为什么一直擦？你为什么一直擦？那他不见啊？你希望他变不见啊？擦擦擦
只看到我们真的啊。那我跟你说是假的。